哎，你好，能借个烧水壶用吗？哎，我借个水壶，哎，怎么了？好的呀。安高阳站立，安高阳满地，安高阳满家，撒拉路的。帅哥。哎。啊。这儿。啊 啊谢谢啊。没事儿。嗯哼。哎呦我的妈！高阳站立，高阳满地，高阳满家。你们在干嘛？浩哥哥一会儿要回来划水壶的。还有没有点出息啊？课文背了吗？作业写了吗？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？当今社会新时代，女性只能靠自己，男人永远只能排在第二位。你去把衣服给我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过来还你们水壶了。高阳站立。啊，你来了。Hello， 再见，再见，欢欢把车陪 Hello。我能借下你们钱吗？干嘛呢？快开门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！最后转一个眼睛吗？安高阳站立，安高阳满地。搞什么？一个个人模狗样的。哥，等会儿路边还钳子来了。他有没有点出息了啊？还记得自己叫什么？男子汉事业精英，费尽心机不务正业，女人永远只能排在后面。快去给我围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要还你们钳子了。安高阳站立。Hello， 再见，再见，欢欢把车陪 Hello。